了，是吧？啊，我没有都在中国。哦，没有在。没有没有，我只回去了一个月。哦 ，OK。嗯，然后剩下的时间，剩下就在各地跑了，跑了十几个国家。哦 ，OK。到处转。对对对。哦，我其实两个，我去年 pandemic 我回去一趟，然后隔离了一个月。哦 ，OK。我就逃出来了。哦 ，OK。去年回去基本上就陪我妈妈了，因为进去就隔离了。哦 ，OK。然后我就中间就弄了个 green 那个什么叫有个 green pass， 你知道吗？就相当于特殊人员给你放行了，就把我给放出来了。Okay. 不然我就我那个出来了，要不然。